我觉得家庭就像是高速公路的休息站，每个人去那边的理由都不一样，不管是饿了、渴了、累了，但是在那个休息站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，都会得到最大的勇气重新出发。家庭就是这样的。你们以前感情都很好，不然我怎么会看到学院的 presenter 直接叫他来面试啊？他当年一定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嗯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茄子啊？不是我，是学院爱吃。姐夫说他公司今天要帮他举办 welcome party， 所以不回来吃哦。为什么不去扫墓？就以为阿丹可以代表我去啊。公司要我支援人力招募的事情，店长都差点跪下来了。明天我一定会去扫墓。那个扫墓我不能去了，外婆生病，我带她去看医生。不要再生气了啦。哎哎哎哎，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？是真的就不用说谎，或许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真心相拥吧。技术末就别乱开车好不好？到了，下车下车，快点扶一下外婆。我真的觉得我活到现在是命大。嗯，外婆小心哦，等一下。我就开不开？哎呦，哎，你没开锁啦？有啦，你没开啦？哦，一定有哎。你没力气，来，妈妈小心。没事，小心哦。我跟你说，台湾水果好吃，但是不要吃这么多嘛。那个东西是凉的，对你身体不好。台湾水果又好吃又便宜，谁说的？是可以吃水果，可是医生已经告诉你了，吃水果当心你会感冒的。感冒？没有，严重。大惊小怪。好了。你跟你爸妈联络了没？他们到了吧？应该到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小恩呐、啊，外婆在跟你讲，你有没有听啊？有啊。那你还在玩手机？哎，你不要误会我，我现在在打简讯告诉大家外婆看完医生了。小恩啊、嗯、我还不了解你哦。我看说对不起。说啊。 Sorry。 喂喂喂喂，麦克风测试。你好，我是黄金世纪的，你是？你好，我二一总部的。二一总部的，你好，我是黄金世纪的，你是？你好，我也是二一总部的。我是在这边支援的，你们好。小齐，不要玩了。我没有在玩，我就认识大家。今天整天时间让你认识，走，快搬椅子。哦。快点，快点。混。怎么？今天会有很多人啊。当然很多人啊，不然我找我们帮忙干嘛？Playboy， 哎，对，就好刺激，好刺激，好打，好打。哎，你说真的，你叫我来玩这干什么？我说好端端工作不做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没什么客人，正好我需要思考。我思考什么？思考没有了，好没啊，快点啦。哎，哦哟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个是你要维护的，我现在我只管民宿哦，这里东西都是你要维护哦。孕妇你自己装上去，孕妇哪有毛那么多的？哎，你说什么？孕妇哪有那么多的？出园不训。红牌，
出场。裸裸对老板，哎，再一次，扣钱，随便。裸裸对老板出言不逊，对钱老板，妈受伤了。什么？干嘛啦？这么惊讶？你妈我姐受伤了。你妈受伤？哎，你赶紧去收东西，快点，快点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。人在哪里？还好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去问清楚状况。可是你现在还要继续工作吗？工什么做啊？你先过来吧，你过来。跟老板说，我马上过去，我马上过去。没关系，你先过来，你过来，我们慢慢说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小四啊，好快哦，毕业到现在四十几年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哇，哎，我们都老嘞。很久没碰到哈。对呀，对呀。当初啊。你班上男生在追他，追半天，他在我们前面跑，也从来没跌倒过。这次你看他们脚就受伤了，一定有这个缘分，对不对？我摔得好，我宁愿他不要受伤，反正我们联络都找得到人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找到我简单呐、啊，找到你比较难吧？哪里？你老婆嘞？还是以前那个吗？哎，怎么这样问啊？以前我帮他追过那个了，是那个吗？哎，哦，真的不是。哎，小恩啊，小恩，哎，你怎么会来？我们怎么急着过来？你们两个坐在这边。喝茶嗑瓜子，小四叔叔。哎呦，哎，你这位女儿，这位女儿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漂亮，没有没有，哎呦，你约那么多的人，还不追说一下？你看我衣服都没有收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后面很难看呢。我们很不好意思啦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他受伤没有错啊。那我们很赶呢。我传简讯跟你讲说妈妈受伤，但是我没有叫你过来啊。你们来干嘛？我们会担心哎。你们还有谁会来啊？小刚开车载我来的啊。小刚也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不必担心。他扭到，我学过中医，好吧，弄弄就好了。哎，不是了，不能这样讲，还是要去回去。我们走了，我证明照片子了，万一骨头怎么样怎么办？对啊，对对，我没事啊，没事，我把他仔细检查过的 ，OK 的。好了，你们回去。我们从台北开过来，叫我们回去，要把你们载走吧？对啊，哎，载走不行啊。两个很久没有见面嘞，多聊一点吧。哎，你没留下来啊？清明节了，是我做的春卷。这个春卷啊，就是让你爸爸追到你妈妈的名字。哇，客家春卷很厉害的，对，真的，对，哎，真的。走了啦，等下潘志奇就到了。他一来啊，我的妈哟！你们劳师动众干嘛呢？不，就你发的简讯啊。我们都赶过来啊。我只是讲说妈妈受伤，那我没有叫说 PS 你们要来啊。那你要说 PS 你们不用来啊。对。PS 因为我要重新打回很麻烦呢、啊。我就 PS 全部留下来，真的啦，留下来吃饭。对。那 PS 一下。那我们先在外面等潘志奇，因为真的不好找。OK， 那慢慢给我等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好，没事啦，没。哎，妈。哎，你到了。你脚受伤。我的脚没事。小四叔叔，对，你好，要有礼貌，婶婶。大儿子，大儿子，小齐啊，又一个五指西瓜。就是说小四叔叔帮忙包下好命，对不对？五指西瓜，比他强。包好了。然后爸跟妈说不回家，要留在这边吃饭。他们两个而已吗？没有一起啊。啊？不，我说妈妈生病脚痛了，就是我来照顾她就好，你们来干嘛嘞？那我们现在就留下吃饭啊。哦，吃饭哦。哎，对啊，吃饭，吃啊，好。对。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找吃饭，是写说妈妈受伤了，没有说来吃饭。我们紧张了，好了，不用紧张啦，啊，没事，就留下来嘛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刚好，今天人那么多，刚好。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不好意思了，好吧。没有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来，咱们到里头坐。来，爸爸，没有，没有位置，没有位置。小心，来，我刚刚就加热了，小四叔叔啊，好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呐，大家举杯敬一下那个我的同学，也是你们小四叔叔，好不好？好了。祝他们夫妻两个呢，啊，在这边啊，平安喜乐。幸福美满，永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这个大女儿啊，她今天是心情不太好，要不然她平常很开朗哈，听她笑哗哗哗哗哗哗，你觉得好像那个哗很多公鸡在那边的感觉一样。我大儿子啊，他今天也怪怪的，也不太讲话。那你为什么今天不讲话？没有啊。
没有吗？没有。爸爸看你呀、啊，怪怪的、啊。春卷给爸爸买了。嗯，好了，我去打个电话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先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我去打个电话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各位讲一下这个春卷的个故事啊。春卷是在宋朝时代，金兵入侵的时候呢，老百姓为了要复通一下信心，所以在这个春卷里面写一些危险快逃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相约的时间地点见面。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啦，还有屈原。不是啦，是有一个美国导演到台湾啊，不，你的手机电话，我你们两个不是那个，你喝醉了。这个春卷的皮是圆的，所以说圆的东西就好像那个啊月饼一样啊。中秋节，嗯，那时候嫦娥啊就拿着个面皮啊去见那个兔宝宝，然后他们就不是这个我知道那个嫦娥喜欢吃咸的，兔宝宝喜欢吃甜的，他们两个打架，哦，打架有没有？是是。屈原那个时候就来了，屈原来说你们不要打不要打，对，就把两个绑在一起，一个咸的一个甜的加在一起，就是哦春卷。他们打起来之后，朱元璋跳出来说你们不能打架。你们都是好兄弟，不能够打架。所以以前的有用放鸭肉，嗯，对不对？还有鸭肉。对，那时候鸭肉啊，现在都不放鸭肉了，味道都差很多。你又想落跑？打你姐夫的电话都不接，不知道到底在干嘛，我很担心他哎。怎么办啦、啊？这样看起来跑不掉啦、啊。对啊，他跟小刚都喝醉了。你想住这啊？我当然不想，我就想回台北，好不好？你一副就想要住这里，谁？他们呢、啊？一副就是要住这里的感觉啊。应该是吧。那他们都喝醉了，小刚喝醉怎么开车啊？我开车啊，还是我们现在就跑？我载你回去啊。东西都在里面，钥匙在小刚身上，你拿。哎，那不然我们演一出戏，你打我，或是我打你，都可以。你想得很烂哎，你。你看，连狗都有意见，烂死了。那不然怎么办嘛？不然这样好了，就进去，我打你，你打我，好不好？吵架好，吵架好了，然后让他们以为我们两个怎么，然后就想说兴致少了，就出去吵架。现在开始，还是怎么样？干嘛你？干嘛？他跟我吵架。我要回台北了。我要回台北了，我不高兴啊。好，停。是心散，这走出一股坚定。干嘛你？干嘛？他跟我吵架。我要回台北了。我要回台北了，我不高兴啊。好，停。你们两个停不下来了。你们两个这种小伎俩在我面前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好笑。你们就为了想要回家，故意吵架，故意爬起来。小七，哎。今天跟我的同学那么多年没有见面，人家那么热情的款待我们，喝一杯，太大杯了吧？这是什么？高粱酒，58度。哎，这喝下就死人的好不好？小恩，我们两个见小七，你一半我一半。小恩，我不要当屈原。小恩啊，你不要。小恩，来喝，好，我进去，喝掉，不喝。哎呀，你们这卡成不寂寞了，把龙开大杯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故意吵架。妈，你看他了。华坤，来喝嘛，喝嘛。华坤，喝嘛。来，华坤。好，要喝，我跟你喝。好，来，受不了。大家喝。嗯，喷死人了！干嘛啦？不要动来动去，他们有关系啊！我不要喝，不行。哎，他们打呼这么大声，你刚刚不拿他们？啊，你就不要动了啦！我就想动怎么样？你想动出去算了啦！吵死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
哎呀。现在就算是徐月来接你也没用啊。怎么会没用？我要是可以找到他就好了，就找不到人啊，找得到才不待在这里。话都不能好好讲。到底要怎么好好讲啊？一下子外婆生病，一下子妈扭到脚，我一整天找不到徐月，我就觉得很烦躁啊。阿婆生病，阿姨可以借啊，可以照顾啊。奇怪，没有陪过他们扫墓，回来一下就不见，莫名其妙。你是长女，不要忘记好不好？我长女又怎么样？什么叫怎么样？你都不用做家事，你都不用陪他们哦。我要陪什么？长女就是从小到大被送到美国长大的长女。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就这样。怎么样？我就是没有住在这个家，我到底要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你在美国，你都没有负家里的责任。我到底要负什么责任？就像扫墓陪他们啊，接送啊，家里拉一拉扎的事情、啊。我是会开车哦，我是有车哦，我要接送什么、啊？莫名其妙哎、欸、你。没关系，你每次都这样讲。你记不记得你讲过说你回来，然后我出去？我讲过啊，那怎么样？那现在我出去，你回来啊，我就出去啊，搬出去啊。奇怪，你是要搬去哪？管你的，我想搬哪搬到哪，问那么多干嘛啦？你搬出去，爸跟妈怎么办啊？这是我的责任哦，这是我爸妈，不是你爸妈。奇怪，我问你，从小到大，爸妈最疼谁？就是你啊，屁啦，疼你啦，那不然就是小刚啦。哎、欸、哥，干嘛、啊？你有梦到被打吗？我刚梦到被打。陈志刚，我问你，爸妈最疼哪个小孩子？是不是姐？屁啦，一定最疼你啦。是不是他？你自己想。是潘子淇。我啦。哎、欸，最疼你，刚好搬出去啊。就刚才在结婚啊。那结婚可以住家里啊？家里怎么住？怎么不够住？怎么不能住？就上下两楼，你为什么不住家里？我又不住家里，他就只有一个人，房间那么多，为什么不住？他一天到晚在讲说他在美国，我叫他做事他不做。我讲的不是事实吗？我不住美国，你也没有住哪里？我在家里我就做了很多嘛。你就住家里啊，你就做家事就好了啦。我要做什么家事啊？到底一天到晚很多事啊，莫名其妙。你们是在骂我还是在吵什么？好、啊，都不要吵，我回美国就不要吵啦、啊。看不到我就什么都不会吵，可以了吧？你不是想要留下来，干嘛回去？那你问潘子淇啊。小恩喜欢吃这个，买给他。不是啊，小恩喜欢吃这个，然后他把全部都买。爸，我想要那个。哎，不要买啦，先买姐姐的啦，你急什么？小恩，小恩，小恩的，开口闭口都是小恩，从小到大就只有小恩。他们根本就忘记他们有个儿子。那就住国外，要不你不要吵啦。有，他们有个儿子，他拿来跟你做比较。读书的时候跟我讲说，哦，姐姐又考100分了，你考那什么烂成绩？长大出社会了，我分担家务，爸连他跆拳道馆马桶的问题都要找我，所有的好事情都不是我的，所有碎的事情都揽在我身上。我跟小刚最幸福，从我有记忆以来，这些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就一直在发生。
我叫你做家事到底哪里错？最起码你有这些记忆，我都没有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我连这些记忆都没有。不要吵了。你过来，姐姐你一起过来啊！我们在吵架，你是看不到哦。坐好了。你讲清楚啊，你要讲什么？很妙哎，我明明就是这个家的小孩，但我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家的任何一点记忆。我每一年就只有过年这两个星期回来，那我跟你们嘻嘻哈哈，就只有两个礼拜我又回去了。感觉上好像我跟你们很熟，可是其实我都不了解你们呢。不知道你最喜欢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潘志刚他喜欢什么。美国不是我的家，回来之后跟你们好像隔一道墙。我每一年生日愿望都一样，就是想要回这个家。那就留下来啊。潘志奇，干嘛？你每次都念我，说我对这个家没有表达任何意见，我不负责任。我请问你，我到底要怎么表达我的意见呢？我到时候说什么也不对，你会跟我说我根本就不在这个家里面。我讲也不是，我不讲也不是，我到底要怎么样呢？你现在不是讲出来了吗？你就讲嘛。你都没有什么要讲的哦。你都吵成这样。抱他、啊！哎呀，不要！这好奇怪，好恶心哦！干嘛呢？哎呦，我知道你好恶心哦！哎呦，干嘛？我生日几号啊？我哪知道你生日几号？那我生日几号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八月九号。你十一月六号，不知道你为什么被宠，心情很重。啊，不行啊，我不习惯这，哎呦，你干嘛？哦，好恶心哦。那恶心那你自己去那边坐啦。哎，你说翻脸就翻脸，你也变得真快哦。你摸什么摸啊？不是啊。干嘛啊你？好了，睡觉。悄悄藏着，藏住温暖的距离。大大梦想藏在小小身体。要拥抱心之所想。那个水箱的水检查过没有？那一年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
一个自以为对小恩最好的决定，让他在最好的环境成长，让他有机会接受最好的教育。这样，小恩应该会有一个最好、最幸福的人生吧。干什么？哪吃得完啦？可以啦，这都我们自己种的，最新鲜的啦。谢谢谢谢，我很累。没有下次啊，你跟小四一起来家里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好啊，再去找你们玩哈。嗯，打扰你一整天哎。哪里呀？很热闹，我们才开心。这些孩子很吵，爸爸走了吧？谢谢谢谢，爸爸坐来。哎，小四，不好意思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下次欢迎你们来。好好，谢谢了。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，老师啊，拜拜了哈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走了，谢谢谢谢，回家记得热敷，我知道，我会记得，好，好，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下次要来，全家一起来，生好，哎，生一个吧，你生啊，那你给啊，你看一下你多快乐。真的真的很快乐，怕什么？铁杵磨成绣花针。哇，这个桥好漂亮，这是个宅子哎，哇哦！偶尔到乡下走一走还蛮不错的，空气又好。嗯，哎，哎呦，坐过去一点好不好？你挤得我很难坐。中间很挤啦，那不会的，年轻人吃点苦有什么关系的？真奇怪。刚跟你说我要坐窗边，中间很难坐啊。有啊，窗边你对窗了，没有错啊，这梯子上面是窗啊。哎呦，哎，干嘛啦你？这不好坐啊。哦，你撞我就好坐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很瘦？不是很瘦啊。哦，那我就打电话了。你们两个真的是，那忙什么啦？就你姐夫一直不接电话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他不会跑掉了，干嘛那么紧张啊？他只是有事在忙吧，大概。一整晚都没有联络。没事没事。你会怕哦？那你不会怕？宝如若一整天没有。我是不会怕，我长这个样，你长那个样子，你当然要怕。真的，我怎样？我怎样？哎，哥，这严重了。好啦，你不要吵的啦。走开啊！我怎么跟你走开啦？他们两个不是吵，打吹够，就是因为啊，这个姐弟才会打吹够。表示你们两个很好了，恶心，谁要跟他好？你好好聊天，我跟你讲，潘志奇。哥，你是那个人，你姐，你讲什么、啊？哎，姐夫到底会怎么样啊？会去哪里啊？我跟你好讲话，莫讲别安乱，也够意了。你看在家里面，那整理的东西就是鱼缸、礼仪廉耻、拆门板，对不对？拆窗户。对，只要家里有四方的，通通都把窗拆光了。他能干嘛？这人就是四四方方一个人，懂不懂？端端正正。但是。什么才是最好的呢？我以为的幸福，对小恩来说，真的幸福吗？哎呦！而当时我做的决定，真的是对的吗？越不敢想，答案就越模糊。开得很好啊，车子不错啊。这谁的车子啊？赵壮的。赵壮。找我来加班，自己在睡觉。老大，嗯，老大，啊，我睡着了。你昏倒了，你睡着了。我弄好了，刚寄给你，收一下。嗯，我收到了。哦，谢谢哦，你真的是一个有用的人。那当然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请我来工作。哎，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你老婆啊？昨天是不是打给你好几次？嗯，对。手机没电。没电？那用公司电话打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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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太早了，不要打给他。这么早打给他，他到时候下床去把我骂一顿。
大把心，好饿哦，我去吃早餐吧。嗯。Yes。好饱哦。那还有那么多没有吃完，你就饱了。拜托，我不多点一点吃的东西，怎么样来宣泄我的工作压力啊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当然呢，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，我每天都像钢铁人一样，只懂得上班、下班、加班、上班、下班、加班。你说这样可不可怜？哦，还有，单身还会遇到一个问题，总是会有一些奇怪的房东。我住在那个高级的小套房里面，要搬也不是，不搬也不是，唉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都结婚了，我还没有人要。那你要搬家？嗯。我老婆弟弟在房仲公司上班，要不要请他顺便帮你找？真的啊？嗯。听说现在是买房子的好时机，请他帮我看一下。好啊。还好有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搬家了。不是要回家吗？我是要回家啊。你干嘛服装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单身高阶女主管的悲哀。有那么悲哀啊？不会啊，羊座今天运势挺好的。是吗？嗯。有事业，紧密的合作沟通，能发现新想法，主动布局规划好，持高效能。嗯，对啊，我们熬夜加班弄了一个晚上，当然高效能了。你的水瓶座，我看看，事业很顺利，所以不用看。财运，我给你的薪水很高，也不用看。感情，沟通不顺，爆发口角，小心会有隔夜仇的机会。谁跟你沟通不顺？谁有隔夜仇？没有，乌鸦嘴。好啦，我差不多要走了。嗯，充电器。还有很多没有吃完呢。你不一起走啊？我东西还剩那么多，我把它吃完，免得浪费。好，那公司见了。拜拜拜拜，隔夜仇哦。谁跟你隔夜仇？乌鸦嘴。拜拜。看吧。拜拜。你们三个，哎呦，你们走慢一点呐、啊！哎呦，你们老的老啊，怀孕的怀孕，走那么快，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不要那么担心，我跟你讲、不用那么担心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可能路上塞车啊，可能还要 say goodbye 啊，可能有吵架，没那么快到啊。乱。对啊，谁知道发生什么状况？所以你们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、嗯。哎，可是什么？不相信我？哎，你信不信我数一二三，他们就到了？怎么可能？不相信哦。One, two, three, 没有，还是 three， 没有，你来了，来了，真的来了，怎么真的来了？你骗我啊！我安慰你嘛，妈，哎姐，哎，这我，快走，外婆，哎，李明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。人生有时心走着走着。慢点啊！哎、欸，小恩啊，干嘛？匆忙上去干什么啊？都不帮忙扶你妈，你在找什么、啊？先坐着再说。慢慢走。没事。这个小孩子、啊，那个菜要用报纸冰起来啊！哎、欸，你跑去哪儿啊？我在公司跟雅萍熬夜重写案子，手机没电。那你熬夜不回家，你要跟我讲啊，我会担心哎、欸。我打给你啊，但你没接，我后来一忙就忘了。你眼睛怎么了？整晚上都没睡啊，好累。哦，那你先上去休息，吃完饭之后我叫你。好。哎 ，V 姐，这个，好，我们等一下煮那个，哎，可以养精蓄锐，是辣汤还是辣精啊？辣精。辣精。那我们来去煮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啊，我们先把这边整理好，我们再去买。好。他整个晚上都没睡。好好好。
海鲜哦，好新鲜哦，小恩啊、嗯！而且这个菜市场真的好干净哦，什么都有哎，你看，哎，我们要买那个啊，这里，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来，老板，我要煮那个咸汤，嘿，给我一斤，我们要煮咸汤给她老公喝的啦，喝的会变变变。Vivian， 嗯，男人外遇有什么征兆？外遇。啊，摩柯林啦，许月不是这种人啦。可是什么？小恩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去问他啊。我不敢。不敢？我不是婚姻专家，我不能跟你讲什么。可是我知道在婚姻里面呢，有什么问题那你就直接去问清楚说明白啊。啊，不然所有的事情你都搁在心里，就很像那个大肠包小肠啊，全部挤在一起，到时候你这里会难过。啊，老板来。再说啊，再过不久呢，我跟外公外婆呢就要回美国了。啊，你在台湾呢就要好好跟他们相处。你们这么快就要回去了，为什么要放我一个人呢、啊？嗯，什么一个人呐、啊？我最讨厌你讲这样的话啦！啊，你娘家人全部都在台湾，什么叫一个人呐、啊？每次都这样讲。人家急得找钱给你了。啊，老板不好意思哦。每次讲到这个问题啊，你就这样子走，什么叫做一个人啊？你们家人全部都在台湾，你在我说你寂寞寂寞什么？大家都在陪你吃饭啊。是是是。嗯，大雄，有，好好看的啊。是，这是苦方法，以后你要学会了以后，就是你做了。啊，是是是。好，好，那妈，这个是吃什么东西的？哦，这个核桃仁粥。哦，我说，这个核桃仁我还下午特别叫我那个伟伟帮我买回来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核桃仁粥是消炎止痛的，玲玲这时候最需要喝了。可以，要不是他煮这个，外婆那么厉害啊！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家就是拜拜。干嘛？你看，姐夫怪怪的，然后妈妈又受伤。安志奇，你少讲点话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嗯。嗯，我们要吃什么晚餐？吃什么？吃披萨，披萨来了啦！哎，哇，吃披萨！哎，有披萨！好了好了，哎呦，你们乱丢！还有来，我们家还是会有好事发生的啊！外婆，吃披萨了，走吧。啊啊，吃披萨了。那你来盛这个粥啊！我来，走，喝一点。好。哇，那吃，哎，你小心啊！吃披萨，来。啊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，我陪您吃，哎，吃粥就好。来，看他老是会紧张，火关掉，火关掉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哇，吃披萨配拿拉糕，嗯，啊，真不错。哎呀，我的墨西哥披萨呢？那个徐月啊，你到底在哪一家黑心公司上班啊？为什么要熬夜？不是什么黑心公司啦，就是突发状况嘛。我老板他原本要提的案子出了问题，全部要重写。那老板叫我去，我总不能不去吧？那你们公司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几乎全公司的人都去了，但还是写不完。哦，全公司的人都在熬夜，没有回家。嗯。哦，全公司一起熬夜啦！我听到了，我没耳聋。以后不要再熬夜了。身体要鼓，刚把它喝完。不想啊。哎，为什么姐夫都有那可以喝？啊，我很累的时候你都没有煮给我。那叫保罗弄给你喝了。啊啊啊、我是你弟耶。你怎样？你也是可以疼我啊，奇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先生啊。老大，我来晚了。哎，今天吃披萨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这个辣的妈妈不能吃哦。给你做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回来晚了，因为我原本想要等小刚的，可是我看他一郎很忙，可能一时回不来了。所以我就先回来了，没关系，你刚刚坐下来吃啊，坐下来吃哦，好，我先把这个给妈妈，我买了那个冰敷袋回来，好，妈，这个冰敷袋啊，真的好辣，对不对？小恩，你不需要加辣椒，我加，哎，还加辣椒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好，化妆，
先来看吧。喂，佟大使，上当准。啊，好，你说，你说。好，那我过去吃哦。好啊。干嘛？事业做那么大。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你传妈妈。你就是香港公司办的研讨会，时间是没有问题啊，可以是可以，只是我好，我知道，我明天会把护照带到公司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曾亚平打来的。嗯，对。是不是在问他的化妆包有没有在你这儿？为什么？哎，我先说，我没有翻你的公事包，我是不小心看到的。小安，你不要误会，那化妆包是我们今天加完班之后一起去吃早餐，吃完早餐要拿出来补妆，补完妆他忘了带走，我就帮他收着，想说进公司拿给他。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安全感吧？我知道，我以后不会让你没有安全感的。然后我先跟你说，之后公司会派我去香港出差两天。他这么快就让你到国外出差？老同事了嘛，我能力到哪他知道的。我真的很器重你。是一个人去的吧？一个人去，两天一夜，工作结束就回来。哎，爸，爸爸好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吃很饱，怎么还在吃啊？留一点给别人呐。哎，爸，我出来今天高铁站，我先牵车。啊、我怕高铁关了。不是你先把妈牵过去那边吃。我怕关了啦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哎妈呀！不要动，我来。可以啦，没事没事，严重。来，没事没事。你过去陪爸妈吃披萨好了啊。好了，哎，你东西收一收啊。好嘞，好。就这阵子。可以，我可以，你自己小心。我有，我小心，我很小心。好，你吃。好。吃饱了，其实。大雄，你分手时都怎么疗伤？撕掉珍藏的情书，躲在家哭三天三夜，朋友陪唱分手快乐。分手伤心难免，伤心之后抹上笑容，我们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妈，你要不要先吃一口冰淇淋？外婆不能吃冰已经很久了。这个茶杯是你外公啊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。换一下。那这个。哎呦！每次把姐夫打一打，然后再说啊，对不起，小小会不会痛？就是在意、关心才会抱怨啊。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有点太大了，你觉得呢？那个女生很像是很依赖姐夫。什么很依赖我？怎么了？肚子痛。爸！时时笑着看，即使不会有指南，或许视线提醒我，生活只能气氛慢慢。我相信。